不知道在小的时候你最喜欢的动画片是哪一部，但是我很确定的一点是你一定看过迪士尼的动画片。今天呢，我就带着两岁的宝宝一起来到位于洛杉矶的 Disneyland，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梦开始的地方。Okay, come on, Drew. Thank you. Hi. 要离开今天，进入昨天，进入明天，进入梦幻。看到我后边有一个巨大的圣诞树。首先我们的第一站是先吃饱一点， Refreshment Corner， 这个在网上说一定要尝它的这个 Mickey Pretzel， 要不要尝一口？哇，好吃吗？然后呢，又买了一个，为了让它吃饱一点呢，又买了一个 Kids Power Pack， 这是第一个，有一个小小的 Strawberry 口味的饮料。 Oh, it's a smoothie. OK，对呀 ，smoothie。等一下 ，Chrissy， 慢慢啊，我要帮你打开。好，尝一尝。还有一个呢是 apple juice。apple。还有一个 goldfish， 还有一个橘橘。嘿嘿，5.99 的 Power Pack 还不错。迪士尼的话，这个地方是必来的。这个地方是在迪士尼的城堡后边 ，Fantasyland。像坐了木马一样，跟着一起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一套真正的 Elsa 姐姐裙要349.99。这两套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准备给她买这个59.99。这个白的你喜欢还是喜欢这个蓝的？ Which one do you like? 蓝的。蓝的。 OK, let's get this one. 这是第一部的 Elsa 姐姐，她喜欢这个。哇哦，59也算是不便宜了，但是啊，对，因为她已经期待太久了，所以就 let's do it. 走吧，开心，我给你买一个。公主梦吧。Christine 原来的公主梦。Disney， 我们就觉得无论如何要在这里吃一顿好吃的。那在网上查了很多餐厅之后，发现我们又晚了，没有办法订到餐厅，所以再一次我们使用了 Mouse Watcher 这个软件。如果你来 Disney， 一定要用那个，会找到你喜欢的餐厅。像这一家，我们就是在那里面找到的。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餐厅叫 Plaza Inn， 那个是早餐的时候可以有
character dining， 就是有很多的 Mickey 啊 Minnie 什么的出来跟你一起吃早餐。但是因为我女儿还不是那么了解 Mickey and Minnie， 所以我觉得还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去吃那个，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家餐厅，叫 Coronation Cafe。 这个餐厅的这个地方有这个 menu， 你只要用手机来扫一下就知道它的 menu 是什么，大概人均是30-40美金左右。这家餐厅一开始是1955年创立的，最早是做 ice cream， 但后来就变成了一家餐厅，所以让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吧。我们是早上9:30出发的，到迪士尼是10:10。那从迪士尼外边停车到进园，进园的时间大概是11:15，所以在外边花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。对了，我们买的票还是 preferred parking， 所以是停得很靠近电梯的位置。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够进到里边。我们中间还坐了一个小火车，千辛万苦为了国君一笑。好干，你看到没有？来吧。嘿，好吃吗 ，Christine？Thank you.
比较久，小飞象排了，他说是45分钟，也不止，能有一个小时了，很长。Junior 小火车也很适合孩子来玩，而且排队人很少。我们玩完小飞象以后啊 ，Christine 实在是。太累了，所以现在睡了。我们中间休息一下，买一个甜点，还有一杯热巧克力，等待晚上的烟火。There we go. So cute， 好可爱。这真的好漂亮。多少钱？这个是6.5块。哦。大概5.5块都是为了这个漂亮的样子。就刚刚我在想哈，这个这么好看，真的能好吃吗？会不会死甜死甜的？结果我吃了这么多，太好吃了，真的超级好吃。上面这个红帽子是 berry 的口味，梅子的口味，然后下面这个是有点甜的，但是没有那么甜。来，David尝一口，好吃吧？嗯，是不是真的好吃？真的很好吃，这回看来6.5块值得。刚刚 David 去点这个 Main Street 上面这个 stand 里面这个 turkey leg 和 corn， 到他那里就是最后一个 turkey leg， 所以来的话要买一定要趁早。嗯，哇，好吃！即使你不喜欢太辣的东西，它也没有那么辣，而且没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。那种调料，就是非常淳朴的空耳的味道，很甜，脆脆的，好吃。I'm a big fan of。好，肉特别的丰满，而且不咸。Turkey leg 是12块钱。Christine 刚刚在大哭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要来看一下。然后到了，他就不哭了，哈哈，是一个著名的看烟花的景点。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挺到那个时候。据说这个地方一共有140,000 lights， 14万的灯，弄成了整个这个圣诞的装饰。太壮观了，真的只有你亲身来到这里才能感受到。当然对那些不能来的或者没有办法来的，我们今天的录像希望能够帮助到你，让感受到这个美好的圣诞气氛。Christmas 的主题，真的很美，非常的美。It's time we're away. It's a small world.
不同地方、不同国家的公主。这是 Nutcracker 吧？还是 Happy Holidays？这棵圣诞树，大家猜猜有多少个蜡烛？这趟 Disneyland 之行是我们收到的一份圣诞礼物，不仅宝宝高兴，我们也好像跟着一起回到了童年。圣诞节真是一个快乐的节日，祝福你的圣诞节也充满惊喜，能收到那份早就为你预备好，也只有你能收到的礼物。大家圣诞快乐！一天的行程就这么快结束了啊！这个开场，一天的行程就这么快结束了。Anyway 啊，今天我们不准备留下来看烟花了，因为 Christine 有一点太累了。对，其实还有十分钟，就还有十分钟。对，但我想应该怎么说呢？不完美的行程才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下一次再来给大家补齐这个烟花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结束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请你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。最后祝大家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！ Merry Christmas！ God bless you！ 拜拜。